蓝天洞在马来西亚霹雳州，霹雳州的蓝天洞非常壮观啊，雄伟。你看，背靠山，蓝天洞，别有洞天。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霹雳州，今天已经开了360公里了，还要回吉隆坡，还有200公里。今天吃了榴莲，特别有劲，所以开车不累。这是云仙岩，这个很壮观啊，还有一条龙，这里还有一条龙，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。点赞、关注、订阅，观看更多视频，翻看其他的视频更精彩。